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不是在问你啦，我只是在自言自语而已。你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。你现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安慰啊。安慰。你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吗？你确定你可以给我？如果我可以办到的话，你想安慰人是不是？那我就这样子麻烦一个受伤的男人。听你开心说着你的事情，怕了吗？怕了就给我走！我不走，如果这是你要的，不怕是不是？还不走！不需要你的怜悯和同情啊！我这一次绝对不会停下来。对不起，胡三宝，现在的孙无敌已经不是无人可敌了。吓死我啊！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你要去哪？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把宋迪找回来，他真的只有一个人了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现在雨下这么大，你疯啊？就是因为叫他把他找回来。老宋迪是为我，但是去天下。你失去天香楼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都是我爱的，都是我爱的。我自己，这一切只是友情，是我们的可以。我终于面对自己，勇敢证明我是真的。就是，没错，吓到你了吧？我家最厉害就是这里了，可以停八部豪华轿车以及三架直升机的宽敞空地，讚讚。这几片木板是很屌吧？啊，极简风格，一体成型，绝无隔间，让你每天过了这个原始的这种大自然的生活，然后净化你的身心灵，每天过这单纯原始的生活，你看有多好啊！从今天开始啊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
进去进去，走走走，进去再说了。这是我家最黄金的地段啦，这里呢是我大哥专属的 VIP。既然今天你来到我们家，今天这个梦幻床位啊，从此呢就专属于你了。兄弟，跟我珍藏这几位大奶妹打声招呼吧啊！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是他们新主人你干嘛把这净化人家照片都吃了？丑死了，胸部大有什么用？心地善良最重要。也是了啊，这个胸部小，如果又心地不善良的话，那真的也是没人要了啊。我看那个，小看啊，这时间差不多，我们该去拿便当了。不要再说那些有的没的啊。那我们两个去就好了啊。客人在家里看家，那尤其这几个纸箱子，很多人要偷的，在家里等着开饭，大哥走了，奇怪，这孙无敌的节目助理不是都要求 F 罩杯吗？对啊，难道他换口味了？我在，走。失望的失败者，胡三宝，对不起，没想到最后让你受伤难过的不是赵伟清，而是我自己。大哥，我看孙无敌啊意志相当消沉哎，不然他怎么会神志不清说出那些话嘞？哎，我看他不止失去一切，他一定啊也被女人给抛弃，所以才让他这样子的一蹶不振啊，成为一个流浪汉。啊，那照这个情况看来，我们不是要一辈子守护着孙无敌了？哎，还是有很多人等着要让我弄哎。我不能只有弄孙无敌一个人。可是如果多弄他几下的话，有了哦，人家琼瑶啊有梅花三弄系列，我想我大咖应该也要来个无敌三弄。想三个不同的办法，循序渐进的来刺激孙无敌，我就不相信啊，弄不醒他原先无人可敌的傲气。你是说就我们两个啊？那要搞多久才可以弄出一部旷世巨作啊？你是猪脑是不是？我们自己弄不出来，不会直接去找一个什么参考的资料？那个三立偶像剧不是拍得很好吗？我们就找其中几个片段拿出来抄一抄就 OK 了。对耶。